家人们是不是看着不过瘾，嘴确实溃疡了啊。辣椒姐就这过着两天好了，好了以后多给你们磕一点辣椒大蒜啊，先对付一口吧，感谢啊。炒到40个小米辣啊，你们吃的啊，吃了弄了6个独头蒜，开壳。手急死了，这边的牙都不行了。哎呀，这蒜皮咋才好剥呢？咋才好剥？谁能教教我？
越着急。哎呀，